夫妇更衣室帮你试一试。我是阿凯，我是李欧。经历了那么多荒谬的阶段，我们决定从这一集开始要走回正经的夫妇更衣室。我一直以来都很震惊，只有他很荒谬。荒谬的是你吧？你看无孔不入，做成这样子。今天这一集呢，要教大家如何搭配外套，因为有的时候像现在下不下，冻不冻，冷不冷的、啊，下不下，下下下下下。Everybody， 你就会想要很痛，你就会想要有个薄外套啊，就可以穿着，或是冬天的时候就有一件大外套，你就可以走一整天都不会有什么需求。我怎么会坐车？可以，我主要走一整天，坐车可以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就要教大家如何穿外套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的外套特辑，耶、yeah ！那我们现在就去穿外套喽。你走开啦！衣服在那边。我刚刚站在门口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路过那个人就看着我，然后讲：“会冷吗？”我说：“然后第二个就：“不不可以死。”好了，快点，我们来外套特辑。外套特辑，你穿好了吗？我穿好了、啊。你不要再骗我了。我猜测骗你呢。那我们一二三一起。好，一起。一二三，等一下。这什么好笑的？为什么要这样？笑点好低哦，怎么这么可爱？好了，我们一起喽。一二三，等一下。你给我起来，快点。我们现在是正经的节目，我们正经，我们正经变正经点。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外套，他把人生都老化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很烦哎，我不知道真心的吗？你不觉得这样子像周杰伦吗？没有，好，介绍一下你的外套，感觉厉害。今天外套非常厉害的地方是为什么要把它扣起来？因为我忘记在里面。介绍完了吗？没有，就是它可以，就是你要扣也可以，不扣也可以。然后今天外套非常厉害哦，你冬天可以穿哦。我夏天也可以穿哦。换你啦，你要介绍你。我跟你说，这件外套呢，它就是如果你走在路上啊，你怕被认出来啊，你就可以这样子哦。你又来了，好厉害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而且啊，这件外套非常厉害的是，我跟你讲，妈妈最喜欢买这种衣服。你知道这种衣服可以怎样？啊，你买一件衣服可以两面穿。我的也可以。我跟你讲，那种超时尚，而且我的也可以。屁，真的。就看你反面穿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搭衣反面穿，好，我帮你穿。而且娇柔，而且你看它第一面是报纸的感觉，很可爱。你认真确定它可以两面穿？嗯。你是为了跟我比？其实我就周董办演唱会，他就会看这样。你道歉。你确定周董想要穿这件衣服吗？那么外套特辑就到这边喽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应该拜拜。我们今天应该有很震惊吧？我还蛮震惊的、啊。好了，你再讲一次。你再讲一次。